啊，侠达玉啊，那是。晚上也笑死了。没法后吗？这个篝火是蛮辛苦了哦。辛苦啥子？把家里照明的。热不？啊，你啥有口条呀？我烧水呢。哪儿三分钟？反过来搞三分钟。啊，你忘了人都是，我找也不想你。给我再录上三分钟。还能做一个？来搞个水果。哇，这要在乳板吃真好。你想做的清淡的，少煮点肉。哈。你没吃肉，你吃茄子对了。吃了饭你反正头发长头发。你光不行，对了对了对了，把茄子了。